我把斑马线开的咋子了？是吧？找你看到的走轨迹哇？嗯，不是轨迹，这一头全部是卫星。哦，它是连起的。哼。看嘛，这一头全部是 Starlink。Cosmos 是啥子？哪来的呀？很多个。GPS 吗？不是 GPS 的。天上看，不会射得清清楚楚的。牛郎织女，牛郎，哦，这是织女，牛郎织女，啊，织女，牛郎织女，牛郎织女，牛郎织女。Starlink 参与其中。你找哪个星星嘛？这个星星居然叫好，它还在飞快的移动呢。子女都是白的，中间有一堆星星可以参加他们。火谷山，好魔幻啊。在无线的无线电我是啥子吧，我喜欢无线电这个姿势。海王星刚刚从地面升起了，强烈射电，我看一下。射电有红外线那个是最准的，应该是红外线模式应该是最准的，紫外线就不需要了。咱们说一本那个就是用的红外线的嘛。光学，这是普通光学，轻。老高那个昨天星期三晚上，昨天晚上讲的那个，就讲的是，咱们说一本。
哈哈哈。Starlink。小朋友睡着了，睡觉睡着了，睡着没有？老范，还没睡着啊？你还陪我们啊？有红外线照宇宙，你看天上。现在看星星看不到，看我们现在到月亮那个方向。月亮已经完全落下了，看不到了。